知人一入，暴政必死。朕有机敏的职人，大人，你让文古生而出门，只见此职人手执鼓。 此人像是百姓丧事所用之祭，纸人就是纸，怎么可能击鼓？一定是有人恶作剧，搬了纸人来吓唬我们。大人。 纸能会动，必是有人暗中施法。可有破解之策？宁请商族牵制其身，不可破解。王朝马汉张龙赵虎，刀定商族。 想当魔头，就是脸皮要厚。硬的吃不了，就吃软的。锦科状元呢？姥姥，这什么地方？这儿是尚书府。 我们来尚书府做什么呢？状元郎今晚在此做客，这儿也是状元郎最后的归宿。姥姥，
状元郎也是应天性，有这么容易死吗？他要不好色，就不会死。姥姥，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？我就让你这个样子去迷那个状元郎。不过样子还可以，声音还可别。姥姥，我行啊。姥姥再找两个陪你。姑娘，你们是？哎，姑娘！哎，姑娘！来呀，来呀！您别走啊！来呀，来呀！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您不要再跑了，我乃荆轲状元。我可以带给你们荣华富贵。你别怕啊。嗯，怕什么？怕死啊。怕死？温柔乡本是英雄冢，我情愿。那我呢？你也跑不掉。不用了。你们全都跑不掉。啊！你们什么人？我是追命小子，我叫胡二郎。你不说你不怕死吗？小姐，小姐，今夜越界之时，可是状元他已经遭毒手，快去禀告金大人。哎，你不能去啊，人命关天啊。就是人命关天，命案现场只有你一个人呢。这又如何呢？万一他们怀疑你是凶手怎么办啊？我乃发现命案之人，怎么成了凶手了？金尚书他心胸狭窄，你不能不防啊。什么？是啊，他侠怨必报，早就对你怀恨在心了。小姐，为人子女岂个轻言负过？为人子女，我又不是他。反正公子清白之躯，何必牵扯到命案之中呢？况且今日大堂之上，你跟状元郎争夺牡丹，众人目睹，如今状元惨死，你的嫌疑最大。对呀，多谢小姐指点。你快走吧。哦，走，家丁来了，快跟我走。谁？
书呆子，杜妓小姐相救。公子何必言谢呢？你不是也曾经救过我一命吗？何时曾救过小姐呢？算了，反正你也不记得我当时的样子了。不，小姐国色天香，小生怎么会忘记呢？公子可曾记得？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？我，小姐，是他来纠缠你？啊，非也，小姐与我正在谈论鲤鱼。小姐，你跟他，你来找我？小姐，你那是要拜月吗？就是来准备香案啊。是啊，张公子，你先回房歇息，我要拜月。张真告退。你在这等我，我回房准备准备。是，小姐。小姐，你走得可真快，怎么眨眼功夫你就走到我前头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金小姐，你怎么这么说呢？小生这里乃内府，只容你任粗鲁，你三更半夜私闯内府，成何体统？小姐，你明明方才约我。大胆狂徒，来人呐，来人呐！小姐，你怎么？小姐，小姐，什么事情？将此狂徒给我赶出去！你听见没有？小姐叫你快滚！小姐，我也不过在此多留一刻，你出口狂徒，有违忠厚之道。你污蔑本千金，还说不是狂徒？小姐与我四才同在花园之中，此乃千真万确之事，小生……什么？你居然说刚才与我同在花园之中？小姐方才关心张真，张真感激不尽。住口！你这登徒子，分明是因为今日我选了状元为郎，而你心怀怨恨，故而进入后花园意图不轨。小姐岂能信口胡说？黑暗之中，小姐三番搀扶，张真聚多闪躲，足以证明张真的清白啊！什么？在黑暗之中，我们小姐跟你？你这狂徒，今日我若不治你，哪里保我清白？来人了！来人了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把他给我压下去！老爷，状元死在府内，这个罪责可不轻啊，罪比天重啊。那小的立刻把尸首给埋了。不行，老夫今日宴请状元，众人皆知，状元留宿一事也已通知状元府。哎，
老夫一定脱不了关系。老爷，那该如何是好？你慌什么呢？大人，此人私闯后花园，小姐叫我们将此人交给大人候审。哦，大人，小侄是冤枉的。礼部尚书金大人给包大人的信。回去禀告尚书，就说开封府已接获报案于嫌犯，立即审理。包大人，他不是嫌犯呐，他就是杀人犯呐。何以见得？你没有看见我们家老爷信中写的明白吗？尚书信中只说明他有杀人动机，却未言明曾目睹他杀人。哎呀，这种人呐，一看就知道是个杀人犯。包大人，你就不必再审了。既然如此，贵管家何必将其送来开封府审讯？哎，开封府不是有狗头铡吗？这种人呐，铡十个也不算多。你赶快把他给砸了，替状元报仇啊！包大人，学生冤枉啊！他妈的，公堂之上竟敢咆哮！对，公堂之上不得咆哮。包大人都在骂你了，你完了！公孙先生，学生在。咆哮公堂，该当何罪？掌嘴二十。贵管家以为如何？太少了。掌嘴三十。好。来人呐！在。掌嘴三十。是。先把你的牙打掉。哎，你又抓错人了。没错，就是你。包大人，你敢打我，张嘴。给我拖出去！包大人，此等小人狗仗人势，目无法纪，简直是给老夫丢人。金大人，府中私事留待他时处置，包拯今日过府是有要事相商，想必是为状元之事而来。状元失手，想来尚在府中。站住！到。
四处搜寻，看能否找到凶器。大人，我看不必寻找凶器。哦，状元身上找不到任何伤痕，这证明不是用凶器所伤。可是下毒致死，银针雪白闪光，这证明状元并非中毒。那么是因何致死？精血枯竭而亡。